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宝丽龙。Hello， 小雨。红彩带天使。大家有喝过尿吗？mini 超级滤水器，没错，小玉的自虐没有极限。最近呢，小玉说一个女生观众的建议，小玉你可以拍这个东西吗？试试看，喝尿吧。喂，你在我家不出去啦、啊？这东西呢是宣称可以过滤大量杂质的紧急滤水器，今天呢就来试试看吧。但是我不想，这才自虐啦。OK， 那我就开始吧 ，Let's go。mini 紧急滤水器，这东西呢简单来讲，它的作用就是可以在紧急的时候，野外荒烟蔓草、台北西门町，只要你呢看到的水源是不干净的状况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，它就会变成干净的纯水。我靠，我真的快变贝李行了，我真的快变贝爷了、欸。可是我真的不相信，小小。东西就可以把脏脏的水然后变成干净的水。为了确认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实际的效用，小雨我特意准备了沙子水。尿，真的我真受不了，这个东西真的是这种拍过觉得最恶心的。这东西是真的很尿，真的很尿。好好哈哈，等一下小雨会用这个东西去试试看这三种到底可不可以吸到纯水。直接开始吧，先试试看喝水哦，看喝水会有什么感觉。纯水吗？哦，先用看，说不定有差别啊。三二一，超怪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会把它吸到黑洞去了，我吸了快没水了，然后水还是不会上来。真的假的？哇，直接飞到宇宙起点欸！我是觉得喝起来就是水。你在哪里？试试看，你直接浇沙子吧，我浇哦。哦，好饿，可乐要来了。哦 no！ 好谢。哇！直接变沙子水了。哇！你知道什么味道吗？有一种野性的味道。好，我来试看。三二一。看到吗？白色的，好恶啊！太神奇了吧！白色的，哎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假的、啊？好神奇哦！完全就是感觉是水，真的就是水，而且你看，里面有果蝇哎，真假的？你自己看，哦，鸟哦，就插进去了，而且你知道怎样吗？海鲜龙，还可以直接吃。我这样喝，全台湾第一个在影片上喝尿的人，小玉，请你们记住这个名字，三二一。等一下，我不敢喝，太恶心了，而且闻到一种绿茶味。我真的要喝了，不要一直这边叫，你整集都只会叫，你可以说一点有用的话吗 ？Technology， 你的尿要放在自己的身上。Technology， 三二一。你喝到自己的尿吗？我可以老实告诉你，没有味道，可是我必须跟你讲，味道气泡。好饿。哦、真的喝起来是完全是纯水的味道，因为有人说尿它其实味道是有点偏咸，但是我喝到的是完全没有味道，就是水。事实证明呢，这个滤水器呢是真的有用，它真的可以变成纯水的感觉，很神奇耶，你不觉得吗？神奇到我想要喝马桶水了。马桶，好，我来试哦。我的人生真的脱离不了马桶啊！我竟然要拿一根吸管在喝马桶水。之前有一堆人要我去喝马桶水，我现在就喝给你们看好不好？不要再叫我留言喝马桶水了，我现在喝就是了嘛，应该也是喝起来像纯水一样。小玉我呢，在这个马桶上已经冲了6遍了，我猜它应该是蛮干净的。我真的要喝喽，快点啦！准备喽，三二一。真的吞下去了。我真的喝马桶水了。那个，我真的喝马桶水了。跟我屁事，人渣。为什么我喝马桶水会被骂人渣？OK， 各位，以上就是 mini 滤水器。这集呢，小雨我自己心理上认为，我自己已经突破一个自虐的新境界了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喝到什么。我觉得我的牙齿中间有一大堆沙子，还有一堆奇怪的泡沫，那一定是彩虹小马的分泌物啊。你觉得这个东西怎样？很恶心。很恶心？还好吧。你觉得还好，我觉得不好啊。你都自己觉得好，就要别人觉得好，你很奇怪。然后在那边说什么突破 YouTube 新境界？在啦，你自己突破你家的事情，你突破下来干嘛？抱歉，对不起。我有小雨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左下角订阅加喜欢，喜欢这部影片分享，如果说那一道 VIP 捐个赞，对不起。我有小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什么味道？那没有味道。